这是2011年南格尔丁的幻灯片作品《升腾》中的一小段啊，是不是有一点意外？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南格尔丁的形象是和他那部1986年的作品紧紧绑在一起的，就是那种私生活混乱的另类艺术家。当然他年轻时的生活的确可以用混乱来形容啊，看过《星一来叙事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可以说是毫不掩饰的记录了当时的不要说我们中国人了，连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都会被认为是堕落至极的那种生活。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儿童摄影作品呢，大多都被收录进了他2014年的作品《伊甸园记》之后。这的确是一部儿童摄影集啊，都是小朋友，有好几百张。那从《星依赖叙事曲》到《伊甸园》，这个变化看起来好像挺大的。另外呢，好些东西又好像没有变。比如我知道看他的作品时啊，包括刚才那个片段，肯定有人在想啊，就这不就是随手拍，大师你看你都拍糊了。对，这个确实没有变，他的很多照片还是那种随他去和不讲究，这也是一个不太让人理解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南格尔丁他到底拍了些什么。这是1973年的波士顿，19岁的南格尔丁。不过他真实的生活并不像照片看起来那么轻松惬意。他最亲密的姐姐芭芭拉在1965年，也就是8年前，同样也是19岁的时候，选择了卧轨自杀。这对十几岁的南格尔丁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意识到保守压抑的家庭和社会氛围是生性叛逆的姐姐不堪承受的重要压力来源。那在14岁的时候，同样叛逆的他选择了远离家庭，开始寄宿生活，并且进入了一所观念开放、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的学校。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相机，也是在那里，他结识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戴维·阿姆斯壮。这是南格尔丁拍摄的戴维·阿姆斯壮，他有着雌雄同体的气质，事实上，他也是同志和变装群体的一员。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躲避镜头，而是投以信任的目光，姿态放松又带有一种妩媚，似乎还有一种通过镜头来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 David 的出现让状态一直很低落的他重新有了活力。他的本名是 Nancy， 也是在 David 的建议下改成了 Nan。 两个人呢都喜欢摄影，同样都是性取向模糊，不服从所谓的正常社会规则。很快两人就结识了更多的同类，他们是广泛存在但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甚至可以说被刻意无视和掩盖的一个群体。在这种被排挤被压抑的环境下，他们的生活状态一言难尽，酒精、药物、性还有暴力都是突出的问题。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相同的处境还有及时行乐享受生活的观念，让南格尔丁自然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家人，而他也被这个群体完全接纳。这种和拍摄对象的亲密关系是南格尔丁作品最为重要的基石，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中那些坦诚相对的目光，各种无视相机存在的行为以及私密情绪的流露，这些都源自无比真诚的理解和关切，这是绝大部分摄影作品都无法企及的。
这是南格尔丁曾经的伴侣施方，他身穿男装坐在镜子前，我们看着镜子里的他，就如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看上去优雅而脆弱，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们，镜子里那个人就是他渴望成为的样子，也是他渴望被别人认可和被爱的样子。当南格尔丁意识到对姐姐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他开始疯狂地拍摄他的朋友们，他认为这样就不会像失去对姐姐的记忆那样，也失去对他们的记忆。他害怕再次失去，他有一种想要记住一切的需求，所以他的照片从根本上来讲是为自己拍摄，这些都是他的生活日志，是他为自己创造的历史。最重要的，摄影是他的药，是他自我疗愈的方式。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他的照片都是有标题的，人名、拍摄地点和时间，这就是他对抗遗忘的方式。那我不妨问一下，你是怎样对抗遗忘的？幸运来叙事曲是他从77年开始拍摄，86年结集出版，其原始系列是大概有700张照片、45分钟长度的幻灯片作品，表面看起来是混乱的生活记录，实际上凝结了他对这些年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的批判和反思。最有意思的是，作为拍摄者，他自己也是被记录的主角之一。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他和男友 Brian 的失败关系，南格尔丁审视并且反思了这种沉迷甚至盲目的情感依赖对于个体造成的伤害。这张照片拍摄于他被家暴后一个月，他选择正面直视创伤，伤口在闪光灯下更加触目惊心，但他以精心的装扮和坚定的目光告诉自己，也告诉观众，我不要忘记这一切，也绝不让它再发生。当然，书中更多的是关于他的朋友们，关于他们的快乐与悲伤，无奈与困境，依恋与疏离，渴望与幻灭。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蔓延的艾滋病危机中，这里的很多人都死去了。幸运来叙事曲是思考个体在社会和私人生活中的困境的一部作品，而且它的视角来源于内部，真实并且有着强大的感染力。而家庭快照式的风格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私人体验，一些瑕疵反而强化了这种亲密感。这种拍摄的手法和拍摄动机，或者说它内在的需求，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你关注过他其他的作品，会发现南格尔丁一直都坚持不懈地用这种方式大规模地记录他的朋友们，只不过在后期他更多地使用自然光。这种手法看起来很粗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关键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南格尔丁是极少数具有超强人脸扫描功能的摄影师，他对微妙表情和情绪的把握能力是罕见的。绝大部分家庭快照往往是在一些特定活动或者标志性时刻拍下一些人们想要记住的情感，但是优秀的摄影师却可以在一个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刻按下快门，捕捉到一个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瞬间。
这种敏锐的观察力从来都不是技法层面的问题。当然有时候糊了就是糊了，他关注的也从来都不是这方面。要知道有时候完美会让观众望而却步，瑕疵反而可以引起情感的共鸣，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进入90年代，南格尔丁逐步摆脱了药物成瘾的问题，开始更多的使用自然光，也拍摄了很多的风景和静物。当然最多的还是他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我们前面看到的伊甸园之后，就是集合了20多年来拍摄的小朋友。他在记录快乐的同时，也记录下孩子的迷惑、悲伤和愤怒，伴随他们的成长转变的有希望也有失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南格尔丁坚韧不拔地致力于捕捉和展示他生命中的亲密感，他的作品不带道德指责，而是关于生命的美丽和脆弱。虽然他为自己而拍，但是他让个人历史最终上升为群体的记忆，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鲜活的生命被他永远定格在胶片上，虽然其中很多人都已不在，但是对爱、友谊和生命的赞颂不会停止。